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花了10000块钱在二手市场买的一辆二手车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观吧。外观的话有8.5平米，看起来很小。现在开完外观，我们去看一下内饰吧。自己偷偷的流泪，能清楚的告诉谁？真皮座椅。每个爱过又离开的人，是不是抬头也会想念？镜中若有张不老的脸，那人他永远不被改变。多年以后，你和谁前生似海，会不会想起还欠我一个未来？当初没有说出口的话，日后再提也不合时宜。看完了你少是以为不会离开的人，如今你在谁的身边给的温暖？曾经滚烫炙热的誓言，是否也早已经遗忘？这个车9年了，跑了10万公里，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底盘我都叫修车师傅看过了，没有问题。10000块钱，大家觉得值不值？欢迎评论留言。